斯隆大宗师，您来了。老地方吧。对，对不起，斯隆大宗师，今天那个房间已经被人订了，给您换另一间包房吧。今天我要宴请重要的客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只是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包间被我们定下来了。啊，惹不起我们。宗师，你也知道，迈尔斯可是武魂殿的主教，权势滔天的土皇帝，我们都得罪不起啊。嗯，他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听说他跟铁匠协会总会一直不对付，难道这次又来找茬？小声点，小声点。哼，原来是迈尔斯主教。斯隆大宗师，要不要我们把包间让给你们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哼哼哼。可怜你也有70多级的修为，皆是个无用的气魂师。子龙啊，只要你能说服楼高，让你们铁匠协会并入我们武魂殿，我就把包间让给你。迈尔斯，旁边就是铁匠协会总会，你仗势欺人也得看时候。哼，那又如何？就算是城主见到我，也要客气几分。斯隆，你是从哪里拐来的两位姑娘啊？好狗不挡道，滚开！长得真漂亮。你这欺男霸女的人渣！魂斗罗级别以上的强者，他是……张老令，还不快滚！走走，等等。三哥说的是滚出去。哦，血洗协会，杀人夺宝！啊！哦，该死！他还惦记着师父的其他宝贝不成？又无法收编我们，索性……放心吧，老伙计，有我们在，绝不会让他们抢走你的宝贝。泰坦，我知道你的实力，可你能帮我抵挡一次？却不能永远抵挡下去。主教大人，我们去抢夺铁匠协会的东西会不会有麻烦啊？
别忘了，我们隶属于神圣的武魂殿，铁匠协会的东西提供给我们，那是他们的荣幸，他们拒绝加入我们必须受到教训。前辈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啊，小子，你是想月黑风高杀人意。你们啊！